NCT 人均因焦虑不安等症状中断活动，官方发出公告，对于人均后续活动进行相关说明，向粉丝们证实人均最近出现了身体状态不佳和不安症状，医院检查后给出了需要充足休息的诊断，经过与人均本人慎重讨论后决定集中精力进行治疗，从20日起包含签名会等活动人均都不参加，后续回归时间确定后将另行通知。 NCT Dream 演唱会将有其他六位成员登台，希望得到粉丝们的谅解，人均心理健康失调让粉丝们都很心疼，也觉得是因为之前变胖被群嘲的风波让人群产生不安症状，希望他在好好休息过后可以恢复身心灵的健康。粉丝们纷纷留言给人群，希望他好好休养，也会等待他的归队。